我们来看一下 LEN， 那 LEN 的话，我希望算这边身份证号是否正确的话，那我可以什么，在长度下方这边哈，插入一个什么呢？一个文字函数。那这个函数里面你可以往下找，会有个 LEN。那 LEN 的话哈，实际上就是算那个这个储存格里面有几个字，你按确定之后的话，它会问你一个问题，说，哎，你要算的那个储存格在哪里？Test。不过哈，其实大家慢慢可以慢慢习惯了，因为他不会告诉你说，请你给我一个储存格。我是觉得他前面的叙述哈太简略，一个 test，这个 test 意思就是说你告诉我一个储存格位置啊。不过他这个前面的解释太简略，所以你要慢慢习惯哈。只要你习惯之后啦，很多地方都类似，所以你给他一个什么储存格位置，把 B3 的资列，把 B3 的位置告诉他。那 B3 的位置告诉他的话，他会帮你把什么呢？B3 里面的 text，B3 里面的文字怎么样？帮你放到这个地方，然后呢，LEN 呢就会帮你怎么样？把这里面的字数呢算过一遍，所以他会从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所以他最后怎么样？return 的结果就是十了，有点像问答式啦。你给他什么？给他一个储存格，里面有文字，他帮你做什么呢？算里面有几个字，算完之后的结果告诉你。哎，这个就是函数哈。那些函数就是告诉你答案就对了，它有点像字典一样嘛。反正你查到了，查到了，给它你要的单字，它就会告诉你里面的翻译啦。反正大概类似这样的一个逻辑啊。所以你按确定之后的话呢，那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会算出长度，然后向下填满之后的话，它会自动抓旁边。那你会发现哦，其中有那个2个11，有一个是十。当然你未来如果说要延伸出去啊。再做一个逻辑判断，因为身份证号呢，正确的应该是10个字嘛，对哈？里面有11个字，所以有2个是错误。所以未来你可以怎么样？再配合逻辑函数，所以在旁边哈，也许你可以再练习插入函数，再利用呢文字里文类别的地方找到文字的下面有个逻辑，逻辑里面呢有一个 if 啦，这个 if 我想用到的机会很大，常常会有就是说你要判断什么呢？比如说按确定之后，它一样会有3个问题，所以未来当然哈，函数就是一直问一连串的问题，你给它要的东西，它会给你正确的答案。那比如说我今天要判断什么呢？判断这个长度里面的资料如果等于十的话，等于十哈，所以第一个格子里面就是一个逻辑判断。如果这个逻辑判断呢是正确的，是相符的，那就是 true。反之的话呢，就是 false，false 就是否了。OK，true 的话就是跟否。所以如果这个上面的逻辑，OK，所以 if 的话会有3个逻辑，是的话是怎么样，否的话是怎么样。所以是的话呢，那我也许我就输出一个 yes，一个 y 好了。反之的话呢，输出一个 n。那它会帮我做什么呢？判断一下是否正确，按确定。那你向下填满的话，你会发现旁边会有个 y。跟一个 n，那你可以很快知道说哪一些是 yes，哪一些是 no，OK，大概会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判断。不过后面这个是我稍微补充一下了哈，所以其实这个大概用法哈会非常的多元。其实如果说你懂得这个函数的使用呢，会非常的随心所欲，想要做什么，反正很快就可以有一个结果出来，那感觉应该是蛮好的。不然的话，你用土法炼钢，这个永远做不完了，尤其资料很大的时候。你可能又做不出来，那就会头痛了。OK，所以这部分的话呢，你也许可以在旁边呢，第一个先用 LEN，然后做什么呢？这个 if 的练习，这个 if 的练习这个 if 的练习是额外的，因为我们下一个阶段刚好就逻辑，所以我会先做这个 if。这个逻辑的叙述其实是算比较简单的，后面还有更复杂的。其实逻辑函数呢，你需要学会的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假设你的那个逻辑不是只有两个逻 yes 或 no，而是有一二三四或者 A B C D 的话，可能会有更多重的判断，你该怎么判断？可能未来后面我们会讲到怎么判断很多很多的可能性，不是只有2种哦。OK，那后面还有什么呢？逻辑还有什么？除了多重之外可能还有什么联集跟交集啦？那么应该各位可以两个都要发生的话，才是为真啊。或者是其中一个发生就是为真，明白？应该有学过这类似的逻辑，只是说你要在工作里面怎么样把这些东西融入进来。OK，在后面的话还会再提到，所以大概
有个了解哦。好，那这个是 LEN 的部分。那底下的话还有哪一些判断哦？底下还有性别啦哈，性别我想这个顺便讲一下，也蛮常用到的。比如说我今天哈，还是会用到文字函数，不过用文字函数的话呢，性别哈，身份证号应该大家知道吧？第几个字呢？第二个字对不对哈？是那个就是性别。所以呢，我们可能会需要分两个阶段完成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先把前面的身份证字号的第二个字先抓出来。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再做逻辑判断。所以呢，有的时候你工作逻辑你先把它切开来，对不对？但是特别是有些很复杂的公式，绝对不是一次做完的。所以你看到别人那个公哇这么长一串哈，你千万不要哈被吓到，因为它绝对不是一次就打完的，它一定是分很多阶段，先做完第一阶段，做第二阶段，第三、第四，后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类似像这样，所以你也可以做出非常复杂的东西，复杂的公式哈。当然呢，复杂公式做完之后的话，当然呢哈，这个后续还有很多衍生性的问题啊，我们在后面再提。那所以呢，性别会分两阶段。所以第一阶段我先把第二个字先抓出来，那怎么样把第二个字抓出来？如果你的资料哈，比如说身份证号呢，如果你要抓这个资料的前面的字的话，开头的字就用 left， 有没有？左边算过来几个字。如果呢你是右边的资料，那就用 right。但如果你中间的话啊，特别重要，因为第二个字在中间，那你可能又需要用那个所谓的 mid， 所以做法一，我先示范一次给各位。性别哈，插入函数，先找到文字类的 m 开头，所以往下找 mid 这个，按确定之后的话，再来的话哈，找到那个身份证号 ，OK， 它一样会问你三个问题。不过各位不用哈，这个太恐慌，因为这三个问题反正你了解了，大概逻辑。第一个他说，哎，你的身份证 test 其实就是你的身份证号在哪里？那你告诉他说，哦，我的身份证号在 B12 这个储存格，所以他一样会帮你把 B12 资料带过来。哦，各位可以看到了，在这个 test 后面呢，会显示出身份证号。第二个问题是说呢，那 star number 哈 star 意思是说你要从第几个字开始 ？OK， 那我们意思就是什么呀？我要从第二个字开始，所以你输入2就可以了。第三个问题他问你说呢 number char 是字元，意思就是说哈，你白话讲就是你要几个字，你要几个字，一个字嘛，所以输入到1就好了。所以哈，每三个问题啦，其实我觉得你们可能比较有障碍，就是前面的东西它叙述哈你看不太懂，不过你慢慢要揣摩，以后看到那前面的东西啊，你大概就要知道说他问你什么问题。其实你的问题那些问题都看懂的话啦，其实你这个函数应该都可以掌握了啦。OK， 那后面的所有的函数哈，几乎都是这样子。那我后来发现大部分同学比较有障碍，就是看不懂前面的叙述，所以我尽可能用白话的方式哈，让各位了解。那以后的话，你也许即便没用过啦，你可以慢慢揣摩，因为它规则都雷同。哦 ，OK， 好，按确定之后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但是特别注意一点，哪一点呢？就是在这个最后的结果，它会帮你显示等于什么呢 ？return 的结果等于一，对不对？不过这个一哈，请各位特别注意哦，这个一的前后有没有？有什么呢？有双引号。如果说呢，一个数字的前后有双引号的话，特别注意哦，这个数字哦，它是一个文字，而不是一个数字。特别重要，前后有双引号，意思说它是文字。那 Excel 里面文字跟数字，它代表的是不同的东西哦。OK， 不同的东西，所以你未来如果什么呢？等于它有没有相等于一呢？就是没有双引号的一呢，其实是不等的。OK， 后面那个一是数字一，前面那个一是文字一。OK， 然后这个要有概念哦。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这没概念的话，很多地方你会做不出来。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明明我给他的资料是对的啊，可是他为什么没有办法帮我查出来？像之前有同学问那个，像用 VLOOK 函数查询，就一查奇怪，明明我那个数字看起来都一模一样，为什么查不到东西给我呢？啊，原来前面的东西是文字，后面的东西是数字 ，image 就
没办法帮你 match， 那怎么办呢？你要把它转成一样，那要怎么转成一样？哦，特别注意啊，要不就是改前面，要不改后面啊。好、哦、啊，怎么改？第一阶段呢、啊，我想这个是第一阶段啊，这个比较可能要注意就是这个文字一啊，按确定。好，第一个做完了，第二个呢？可是我要的不是一二三一，不是一二了哈、哦，那我要的是什么呢？我要的是男跟女，那怎么样把它变男跟女？很简单，第二阶段哈、哦，做完之后，请你把那个 meet 函数这边的公式把它剪下来，但是剪下来的部分特别注意哦，剪的时候请你选不包含等号，把后面的公式剪下来。好、哦、，OK， 剪下来。那剪下来做什么呢？请你再把它放到哪里呢？放到逻辑里面去做判断。所以呢，先把 meet 刚刚的做完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剪下来之后切到逻辑，找到 if， 把刚刚的公式贴到逻辑里面判断。那这个里面如果等于什么呢？等于一的话。OK， 不过特别注意哦，我们习惯是等于一啦，但是哈、哦，请特别注意哦，请你一定要在什么呢？这个等于一的前面呢，加上双引号。其实如果没有加的话，会怎么样呢？我先示范一下，男，假设等于一，那我们的逻辑是，如果是等于一是男，反之就是女，所以这边的话呢，那我就是输入男，然后第二个格子如果是四的话就女，因为它就不是一就是二嘛哈，然后呢？假设啊，你看起来这公式应该没有错，可是如果你按确定的话，向下填满，你会发现呢，全部都是女。原因很简单，因为呢，哈、哦，哎，游标再放回 if， 再插入函数，它又跳回来，哈、哦。原因很简单，因为呢，你的后面的等号的一有没有？你给它的判断是呢，它后面是放着一个什么呢？数字。可是你前面用 middle 函数哈、哦、切出来的话，它一定是一个文字，所以这个地方会之所以出错，是因为前面的东西切出来是双引号一，等于后面我放一个等于一，哎，你会发现哦，它一定不会相等，也就是说它永远都不会判断出男生，所以剩下都是女生了。那怎么办呢？很简单，记得啊、哦，在输入这个东西的时候，请你一定务必怎么样，在后面的这个部分加上双引号就可以了。其实关键就这样子而已啦。也就是你输入的时候，后面呢多加双引号，再按确定，答案就一定正确了。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逻辑了哈。啊，这个虽然是，没有很看起来不是那么的重要了，但是其实我发现哦，很多人在工作里面处理资料哈，因为这样的关系而做不出结果。好，因为蛮多同学问一样的问题，所以我特别一定要强调一下哈，就是数字的一跟文字的一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哈，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那我们来看一下，把它向下填满，这个时候做出来的结果才会是正确的。好，所以这边的话呢，请各位哈，先把那个我刚刚讲的 len， 那顺便我们补充用那个mid mid 函数，把这个结果先给做出来哈。那做完之后的话呢，哈，也许再切到那个综合练习，因为我们已练习完了 REPT， 也练习完了 LEN， 再来的话切到综合练习里面。手机不过哈，手机这个 F 依然的宽度，请你再把它拉宽一点点。那试着哈，把那个题目要的门号哈，看有没有办法哈，可以利用刚刚 REPT 加 LEN 可以做出来。好，那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最好了。如果不行，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怎么样可以快速的把这个可能需要的那个哈、哦、公式再加进来。好、哦，所以这部分呢、哦，我刚刚的那个公式哦，再把它秀一下好了哈、哦。如果你这个尽可能那不用死背啦。哦啊，另外当然你也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讲义里面也有那个就是最后完成的那个画面。